时辰到，和亲使团出发。且慢，哎，我这个木讷的太子哥哥终于开窍了一次。殿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太子殿下喜欢我师娘？你胡说什么呀？谁是你师娘？不是，凤剑姐姐就是我师娘，我师父可喜欢她了呢。殿下，下官出发在即，不便下马请安，还望殿下恕罪。无妨，我只是来送送你。凤剑，此去突勒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是。出发。何时才能再见到你？你一定要早日回来。我的东宫太子妃之位